经常会有催友问我，是买原始收藏好还是买成品收藏好？要理解这个问题，就要理解商品成型的逻辑。商人将资源转化成为产品，通过营销、包装等等方式售卖给消费者，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。翡翠通过原矿的采掘、切割转化成为制品，通过营销、包装等等方式售卖给消费者。在资源转化成为制品的过程当中，资源起了指导性的作用。资源加制品等于资本，原始等于成品，但是成品不等于原始。现在能明白收藏什么东西重要了吗？还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这段时间大宗商品的价格都在涨价？还有下面的这个翡翠原石价值多少？